请问你们有做一些什么反差的事情过吗？要开启反差的开关，就是需要酒精。他喝酒之后，就会变成 KTV 的里长伯，只要门开了就应该进去。没有了。想要问你，你平常是一个反差很大的人吗 ？OK， 他用波波声回答问题了。如果说今天让你演一个戏，然后演一个女 rocker， 你做得到吗？应该可以。好了，三二一 ，action！ 城市科大是一间非常香的一个校园，就是女同学很香啦。她今天要干嘛？啊，这么幼稚的改造个毛啊？我们直接把他们弄坏掉。哦。直接弄坏，这怎么好意思？帅气的，我们就把它变成可爱的，直接180度大转变。哇，可以哦。我们在路边捕获到一位不太正经的同学，掀起你的盖头来，嗨，手抱头蹲下，没有开玩笑。想要问你，你平常是一个反差很大的人吗 ？OK， 他用波波声回答问题了。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的男生？八九类型的都长得很帅啊！真的、哦，你是算是八九类型吗？我之前是，现在不是。我们刚刚访问了一个女同学，她喜欢八九类型的。你看一下她的外形，你觉得喜欢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啊，在教室烧桌子，就被记了公共安全。啊？我们可以突袭一下你的手机里面的 IG 追踪了哪些人吗？可以啊，你怎么加学校的？都去校外去加别人？可以帮我扫一下防疫十连字吗？你确定这招是有效的吗？真的啊，人家就帮我扫，我们不能加人家，只能让别人加我。这西门町都这样要。大家都叫我书包。我高中的时候，学长姐帮我取的，本人叫庄书翰，然后他们就叫我庄书包，庄书包这样。书包。那为什么不是庄书套，或者是庄？哎、欸，干嘛、啊？来了！或者是装书。我是演艺事业系的。如果说今天让你演一个戏，然后演一个女 rocker， 你做得到吗？应该可以。好了，三二一 ，action！ 为什么你现在午餐时间桌上会出现这些东西？最近有在练习调酒。你们要喝一杯吗？好，喝一杯好了。有没有交过一些就是反差很大的男朋友？有，有、哦。我交过的男朋友好像都不太敢跟我说话。那他是怎么追到你的？就是死缠烂打。等一下太浓了，等一下。不会。哦，靠薪水，靠薪水。A few moments later。哎、欸，很厉害耶！他刚刚看起来加那么多酒，不过是甜的。那就交给你了，继续聊天这样，我们可以先卡。要开启反差的开关，就是需要酒精。他喝了酒之后，就会变成 KTV 的里长伯，每一间都进去，可以修。每一间啊。可以修一下。只是看有谁坐在那边。只要门开了就应该进去。没有啦，刚好朋友的朋友刚好在同一条包厢都认识、啊。已经来不及了，换你报告他一个反差很大的事情啊。喝醉会吵着要回家。那时候我在淡水，然后我家住东区敦化那边，我就吵着要回家啊。那时候已经三四点也没车，差点800块 Uber 刷下去，我要走了，全部人拦住我。等一下，6点捷运要开了，捷运要开了。然后我才没有走这样。流行音乐系的朋友，要不要为我们带来一首歌？疫情期间写的，叫《刚吃了一个12寸的玛格丽特》。哦，有心在不甘心的时刻，计划要早睡早起的人，此习惯是不是都白看了？坚持不过3天都被自己都打乱了，打乱了。哦，大家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MEOW 2底线 SING。哦，厉害呢！你们平常是这个反差很大的人吗？我完全没有反差，是他反差超大，反差很大。现在看起来超稳静。认识他之后，我们几乎每天半夜都打传说打到3点多，然后上课也在打。你呢？我不会骑脚踏车，但是我会骑车。什么？什么意思？不会骑车。我今天从板桥来淡水，头都骑20分钟。
欢迎 Julia 老师，还有 Uli。Uli 已经变成 Rocker 了。所谓朋克嘛，我们就着重在他的眼睛、脸颊两用盘、深色的地方打在他的根部这里，加强他眼睛的那个深邃度。欢迎已经再也包不住的书包。韩系的妆感就是底妆要干净透亮 ，ECL 的 CC 霜。主要加强它的受光的部分，颧骨这个地方、鼻梁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拍压多一点。小戴，欢迎！哇，你们真的给我出一个大难题耶！他刚一走进来，这个头发七点粉饼，对，主要加强在他两颊的部分，喷一下我们的保湿喷雾。就是大家看起来哇，整个好像仙女哦、喔。她现在看起来真的很像仙女。对，她感觉随时会飘走，太飘了，太飘了，飞起来了。耶、yeah, ，谢谢小戴。今天他们三位呢是我们的反差系美少女，他们现在的装扮呢其实跟他们往常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为了要让他们能够融入他们现在的新身份，所以我们要来进行一个状况剧、状况剧的演出。但是在这之前呢。发现我们在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教室啊，排练场。没错，我们的排练场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科大演艺事业系的同学们，就是我们今天的大众评审，欢迎。好的，让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状况剧哦。Lego， 我们要演的是在女仆咖啡厅，有一位控制不住抖脚的八加九的爱情片。OK， 好，我们开始讨论。好。欢迎主人回家。哎，嗨！主人今天想吃点什么呢？咖啡茶还是汤？是主人。主人宝贝。咖啡送你的。没有啊。主人，你的咖啡来了。谢谢。脚嘞，脚嘞。是我的抖脚，可以帮我一下吗？可以的，没有问题。这个同学感觉很像艺人哎，他该不会读的是演艺事业系吧？对，他读的是演艺事业线吧？在警察局里面，而且是恐怖片哦、喔。听说你杀了人，是不是？我啦。狼藉向台，你是会说台语的吗？不会。那你为什么不说国语？阿叻，快起来，快快。有人呢、喔、举报说半夜、喔、看到你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一个黄色的影子跑来跑去。皮卡丘。他为什么要装这个？看起来像是呼吸器的东西。我控制器。哎，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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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啦，齁，针灸，来来针灸、嗯欸、好像舒缓一点的、哎、对，没有、啊、叫师傅来，叫师傅来，乾坤大挪移，地上这是什么东西啊？牙牙牙
人设塑造的第一步算是结束，进行第二步。没错，要怎么样再刻画进入同学们的心中呢？我们就要来看接下来的表演。这样子的特殊才艺呢？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很特别社团叫火艺社，所以你是火艺社的成员。对，帅火很帅哦。我是大三才加入社团。哦，所以你只练了一年？其实半年，因为中间卡到一起。那这样算蛮厉害的，好，希望有升值于大家的心中。谢谢物理。那你是有穿安全裤啊？有。OK， 妈妈、爸爸妈妈看到不会生气啊？快拳。一个人的灵魂只创立在眼睛。嗯。所以我想要每个读者看的时候，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你看到了？我的眼里只有你。好的。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投票环节了，我们要麻烦我们演艺事业系的同学，接下来呢，请投出你们心目当中刚刚的表演还有情境剧最符合他们现在形象的同学。你们准备好了吗，同学们？好，三二一，开始投票！投票！小袋还有书包两列同学，我们两辆列车。来，请搭上前面人的肩，我们出发了，开始离开。你们一样是最棒的，恭喜乌力，今天的冠军可以获得我们 ECL 提供的彩妆品。接下来哦，大家有耳福了，听歌喽。第一次穿上网袜，让皮卡丘喊皮卡，带着一只火棍转着来倒着。第一次看到课间还有学服穿着女仆装，换了一身的装扮，发现了更多的可能。不管变成什么样，我还是一样的我呀，我还是一样的我呀。